我今日的百姓书信对你通知，希望皇帝啊，你会当来此地前来赴约啊！我一个好皇帝啊，好景不见，可怜你也了解，我平常拢爱吃苦气嘛嘛。当然，这种养生苦气嘛，正是我的家人所来的代步。在了府邸当中，我了解讲皇兄啊，伊用大个喜食苦气嘛。计算为了这个中间，北京城主地对你实力特别准备了苦气的，希望讲皇兄啊，你能知巧啦嘛。在错就好。有名有名的读书准备哭起言嘛，当然一切准备了，明明白白送过来